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Wasabi Gamers。今天我们回来玩什么啦？然后我们打的关卡就是高天原的统治者超级，但是那个怪物单组那个火了，因为上个星期我没有打到，因为我去打拼命刷工作任务，然后我就没打到咯。OK， 然后我们今天来打咯，我们先开始。OK， 妹，啊，存一存机，等一下 ，OK， 第一关我们就来存一下存机了，应该不会死吧？没有插错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死的。有差错就完蛋了。哎呦！不要，不 ，yes， 我想消除这样的火柱哦。来个强化盾啊，强化盾。OK， 杀完，然后这里就存一存机啦，一直存，一直转一空一空，使命转一空。哎呀，转到了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哼，打第三关。哎，第三关没人打没？我记错吗？没有小王没？有记错没？记得，哎，不懂。通常每一个副本。每一个这种关卡打回来的都是第三关小王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瞄了，漂亮！诶，还是没有小王，什么意思？哇妹！哎，不要啦，我老姨。然后火光闪就可以了。我的三倍攻击应该是在这一关。嗯，对，在这一关，我们先攻掉这个垃圾。垃圾。会帅哦。武器都满了啊，可以直接这样混下去吧。问题是现在是卡住，所以是打不下去。哎，你别恢复体力嘞。不是恢复体力，恢复命啊。这样子啦。这样子 ，OK， good， 不要天降，啊 ，OK， 不要了，啊，妹，烧定你，没有难度，这个关卡其实也不是很难嘛，不要天降了 ，Yes， 死定了啦。这坦爷三杀完哦，去暴力哦！
分析转错了一点点。我溜，我溜耶！第八关怎么有王没？好像有，没有。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在存满主力，哎，存火猪，哎，随便。哎呦，进牛宫，给多一点来啊，不介意。合体一下，帅呆了。炸一炸你先，然后就啊没，哇不要打死啊，应该打得死了吧。这又开开龙克，如果打不死真是 back 了哦。给过了，烧定你，老杀。不自量力的，唉，固定去 combo 的一个垃圾东西，然后这里我们就开完机包吧哦，可以开选择弹夹是肖恩，可是我看他肖恩比较好啦，多一点 combo， 哎。毛爷 ，Q 乱转都可以 ，Yes 掉卡，第一次打就掉了，没有难度啊，赢了。Lost 啊！喂，没嘞这张卡，哎，烟光声啊，像是恢复生命力。